夏天榴莲当造，除了就咁食，仲有好多各式各样嘅甜品。呢排榴莲雪糕大热，做得最好食嘅就系呢间，用马拉猫山王拆肉嚟做雪糕，香到隔篱街都闻到。呢个立体榴莲蛋糕出名象真，佢食过都赞不绝口。除咗咁象真嘅榴莲蛋糕，最近仲出卖榴莲冰皮月饼，用新鲜猫山王拆肉做馅，真材实料。雪条当然照得榴莲口味。连糯米饭都有榴莲，不过呢个配搭有啲腻，最好同朋友开心 share。热辣辣最好饮翻杯沙冰消暑，呢杯榴莲沙冰比较少见，用猫山王同过滤水嚟做，制作好认真。呢款烤榴莲多士都好特别，用咗沙巴嘅野生榴莲，每年只得一造，今年产量多先有机会食得到。炭烧好多士之后，加上榴莲芥蔥同埋牛油，又邪恶又好食。榴莲控又点可以错过啊？